每天该做的事情做一做，哎，回家那酸酸气，台戏都免嘴。像丁守中说，他现在只输你7万票，然后上一次你在台北市全部行政区你都是赢的，但是他说他现在大安文山赢你7到9个百分点。哎，快讲哦，这种民调这种东西，其实民调是这样的，因为有些东西很难估计的。我们要算那个支持度这些都容易，但是投票率很难估的。所以老实讲哦，常常是，所以这种东西对我来讲是这样的，啊，反正就心中不要想太多选举了，每天该做的事情做一做，哎，回家那酸酸气，台词都免嘴。